然后刚刚偶尔有些这个灯乱闪，线还快断掉，然后再来，因为他马上就要去。
今天的话，大家很开心，再次谢谢。
我是佑琪，欢迎莅临国立台北教育大学112级体育表演会。子浩，你知道吗？今年也是体育表演会第27年。哇，那你知道今年体表的主题是什么吗？是 Game Dream， 是游戏和梦想的结合。游戏和梦想，为什么呢？其实运动是透过游戏中竞争与表现的特质发展而成。通过竞争，我们可以不断的超越；通过表现，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自己。那梦想就是指在游戏过程中一种最高价值的追求吗？没错。所以今天的每位表演者都在追求游戏和梦想之间，创造出一系列的演出。相信在座的你我都保持着自己的梦想，生存于此，同时也和我一样。迫不及待要欣赏演出。首先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校大家长陈庆和校长。本校陈永昌主任秘书。学务长蔡烈荣教授。总务长杨启文教授。陈义祥主任。本系第二任系主任陈日立教授。本校心理諮商学系蔡松淳主任。语文创作学系郑国燕主任。文化产业经营学系林毅斌主任。数学及资讯教育学系郑燕收主任。世新大学体育室李文志主任。体育系系友会理事长及新北市秀山国小张文斌校长。新北市金融国小吕金荣校长。奥运体操国家队郑坤杰教练。陈庆和校长上台为我们致辞。我们各位亲爱的贵宾，各位杰出校友，各位校长，各位主任，以及我们所有的师长同仁，还有我们最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首先，请代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，欢迎并感谢各位亲临本校，参加我们112级的同学的体育表演会。那这个表演会是我们创校127年来的校庆活动最压轴的一个活动。那刚好也是举办27年，那我们创校也127年，这27年非常不容易，我们是几乎是全国在这个体育运动表演的部分啊，非常好的一个绩效，这些都要归功于我们
体育系毕业的系主任的努力，还有全体师生的一起努力。我们体育系是我们国北教大的一个亮点学习，无论在师培或者是非师培，学生的就业或者是创业立下了很好的成绩。那今天这个体育表演会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目共睹。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坚持，那是希望结合青春年华的梦想，期待去营造一起运动，还有实现梦想的运动体验，就是我们上面标题写的运动 together， 梦想 forever。那我想大家也迫不及待要来，想要观赏后续很精彩的活动。那我也不多说，我就用一二七这三个数字来对我们体表会做一个祝福。一马当先，二龙腾飞，七彩盛宴。我们预祝今天的大会能圆满顺利，各位嘉宾、各位与会的贵宾能平安健康、喜乐。谢谢大家。校长请留步，让我们邀请陈庆和校长及张文斌校长上台为我们启动游戏机台。让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，第一个节目
练不畏风雨，面对外在环境的种种考验，造就坚毅不屈的精神，勇往直前，无所畏惧。Thank you.
合力一心，合球从篮球演变而成，是一种男女混合的团体球类运动，讲求男女机会平等，利用合球的上篮、投篮以及实战比赛，展现出合球团队合作、奋力拼搏的精神。Thank you.
原力绽放，以歌乐为特色的布农族人们，透过歌声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将布农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延续下去。
采用单人或多人的组合，借由肢体延展性和力量交能的训练，展现人体的力量之美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没有错，等一下直接搭飞机到美国拍电影啊！哦，那你
得奖的是1577，还有0700。恭喜两位获奖者！再来，我们要说的是大奖，也就是简直跟老师提供的奇力丹双人祝福券。请问你知道这个奇力丹在哪里吗？Thank you.
表演者们化身为轻巧翻飞的精灵，横翻追逐，结合韵律体操的带操、竞技体操的平衡木与地板动作，以多样化的元素融合，展开一场如梦幻仙境般的逐梦旅程。Thank you.
唱春吉，结合击剑、剑道、柔术演武三项各具特色的积极运动，展现一系列的劈砍、刺激、拳打、脚踢、特技摔法与降服技术，并透过团练和击破等方式，呈现出积极运动所代表的精神和独特性。Thank you.
超级马里奥赛，马里奥与魔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追逐与争斗，在一连串的冒险行动中不过重重困难，最终成功带回公主。
性用作经由队形变化一至五的运转，让你跟随音乐身体的运动起舞，带领各位进入变化特色的领域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段演出所经历的点点滴滴。紧接着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此次表演会的幕后功臣。Thank you.
运动 together， 梦想 forever， 运动。